脸上，这是另外一个。这个石头，就一个吗？对，就一个。这个小杂种冲着我，要是冲着挺沉的。 150啊，打包啊 ，OK，YY 等我们，行，没问题。好棒！那跟个傻逼一样。枪死啊，克朗那个。真没，真是一枪死，打他脚上。妈的！这一妈看不见，啥也看不见，我操！ 他都没怎么回，在我们队有人，我脸上还有，枪死，他队友在山上，这树后面，好像是他队友啊。 这点没了，这点就看摩托，又被我敲头了。没错，操！张德胜，我操你妈！你打比赛永远拿不到名次，永远。啊啊！ 最后一个，哎，被发现了吗？我咋他妈的活啊！哎，我操，烟还甩到我脸上了，正着脸上。也不见你买杯给老子喝喝，你妈！你妈说了张德胜下班我就下。